去做一個不折不扣的自己呢，原來需要非常大的勇氣。多謝你們完完全全咁樣包容我哋嘅所有嘢。我覺得這個 show 呢，我緊張了一年的，但是今天去到正日呢，我反而有一種很莫名的一種平靜，所以我也挺喜歡今次的編排，因為一開 show 是向我們一開始的所有 cover， 就是最原始的我們。因為我覺得整件事即係由零去到有一個 show， 其實中間嗰個好多有磨合嘅過程啊，跟住好多人幫手啊，其實整個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。即所有人搞一場的 show 一定是預咗蝕嘅，冇可能嘅。咁但我覺得喺依個 base on 一個其實都蝕㗎啦嘅 show， 咁我哋就更加要。你是預咗係一個蝕嘅心態，你才能夠去做到啲可能超越自己嗰個 standard 咯。自卑的時候，所以我哋唯一覺得可以做到去治療自己的一樣嘢，就是放喺我哋嘅歌喺度。就是經歷了那麼多東西，我們開了一個第一個My Fate的 show， 我自己覺得很感動。即其實我也很多謝 Candy， 在我最懷疑自己的時候，我30歲女我在做什麼的時候，即她給了一個很大的強心針。即覺得還有很多東西 as 一個 group 可以做，所以我就覺得為什麼即好像她好像想半放棄咁樣啦，咁但係我又覺得，未仲有好多嘢可以玩啫。今次真係好好，可以包翻即係呢5年我哋做嘅嘢咯。即係我做完之後，我更加展望下一年。